疼惜这个土地，关心土地永远人民的幸福。所有咱这乡亲士大兄弟姊妹，用我无不浪费时间，一个一个来祝福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不在在看，几十冬的中间，上大声，我要甲咱故乡的乡亲表示心底对大家的感谢。当年台湾再难做，当年台湾人民爱做兵爱交税，你会使选择中央民意代表。当年你袂使听民国民党，你也着不是台戏，就是关于火烧岛，你也按真实咱台湾情景，你来做不甲台戏，安尼看恁十二单号不离岛，恁以后的家族全部拢走。总是各位，在迄个时刻，台湾人民全力的支持，是你是历史关键的时刻。今仔日，为什么你有权参投你的立法委员？今仔日，为什么咱有权参投的什么人才会当做总统？就是你当年，各位大家，也是你的老爸阿公迄辈，大家牺牲生命做伙打拼，来。这个时阵，我拄到亲像三四十年前关键的时刻。为什么？即摆照统计，台湾人民死甲最侪，死最少，苦也惨伤，这物价起价是人民三十年来最痛苦的时刻。咱要用选举来予台湾人民。咱的子孙幸福，还是痛苦？再在你一票，各位你讲对不对？这是第一关键的事情。第二，今仔日台湾民主自由人权，看你今仔日敢甲中国拼命无？看你今仔日总是马英九甲你讲啥？十冬的内底，我要甲你签约。台湾人民不是干呐，不止健康、生活、健康、健康、健康，心内才替咱的后代着想。咱的后代唔单会当去亲像香港时啊，遐尼无自由，遐尼无民主，遐尼无人权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个要求就是要让台湾。插播台湾的主权，跟插播台湾人民那个后代的幸福、的民主自由，最关键的事情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第三，过去那个打拼，咱在说国民党，民党专政，咱的投票，你的打拼，让变作政党问题。在台湾民主历史的过程，咱要写一篇新历史。我隔壁阿三阿公，讲院长啊，阮查人的弟弟吼，较细心啦，你予阮查人做一摆总统，试看卖啊个啦。各位，你有在想无？予查人做看卖，台湾的民主历史的进程。是咱出生一个当家的查某市长，你讲对咱的投票来写选择，女性的总统改写台湾民主历史的进步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你是票偌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小英集会，遮尔侪两千几个会长，遐尔侪几十几啊十万。你会员，你改写台湾的历史，第一，改写要让台湾人民更加幸
后，第二，感谢庙这个土地甲人民的资源的参保；第三，是民主发展的重担，是对台地人的打拼，产生第一位女性的总统，最进步的民主，安尼好不好？叫我大家，咱的前辈打拼写历史，咱大家做伙打拼。我来写一篇台湾进步新历史，好不好？